啊，小乖来吃面面呀！咦，你也要来吃面面了吗？来，你坐这边，那葱蛋。葱蛋，然后这个炒面，把炒面倒上来。谁要吃炒面？拿那个红色的。炒面让他们妈妈去弄，弄在他们的碗里，在后面。哇，你知道这是冰室炒？冰室炒的。今你要做小猪旁边，妈妈说她要买一台。拐拐拐拐。太好吃啦！拐拐拐。小乖开工程车，而小乖要吃面了耶。怎么车子在开车子啊？哇！都三个都没有辣。小咪呀，穿公主装呢，哇！啊，加个米刷，鹅米刷，你食看卖，袂歹食，好讲一路诶，哇！乖乖吃东西咯，等一下再玩。你看易德德已经在吃了，两台车子，妈妈要面面来。